哟，大家好，我是 Aspen， 我是卡卡。好，今天呢，你们一定很好奇，为什么会在这边？就是我们这里有这个土城发2.0啊，就有这个日本的旅行团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有6天4夜的这个旅行去北海道。耶！好累哦。其实讲真的，这段时间没有什么好好睡大觉，我希望今天可以上飞机就好好睡觉。新年。OK，thank you。Hello。皆様のご協力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我们应该是去吃午餐，我午餐是吃海鲜。各位啊，依然好好欢迎啊！嗱，咁我哋乜嘢都唔做。海鲜午餐。这个是长脚蟹，可是我觉得还在小便，你看还在漏水，呀，就是真的冷，你手会麻。你看手都变白了、哦、哇看来哇哦这个叫 Novo Ribetsu Marine Park Aqua Love 这什么东西来了很恐怖勒给你们看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呜呼！跳跳跳跳跳！哦。它是吸着那个石头。它吸着。它不要咬我。吓到我！咦，很滑哎，面包蟹。你吃了面包会流血。是这个是吗？我觉得真正的海洋生物馆其实要让你和那个生物去接触。可能有一些海洋生物馆非常漂亮，可是它并不会有那个机会让你去触摸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吗？给你们看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！弹出。有没有感觉吗？特别紧张呢。那是因为我们现在要去看烟花，而这个烟花的特别方式呢，就是啊，它是由不同的行业的人，然后呢，他们会付钱，然后去点这个烟花。会轮着去到不同的商家，比如你是酒店在前面呢，他就会在前面就是放烟花给你看哦。如果你点多一点，可能就放的比较美一点哦。这个是我自己想。如果要看烟花的话呢，一定要在现场看，因为现场看的感觉和 video 看的感觉是一样的。可以给你们看一下，结果是这样子。有点牛奶味的感觉。你看这样子。可以播得出去吗？你讲可以播得出去吗？不要，不要污染我的钱了。来这个，来这个。哦，累了妹啊！今晚就住这一间酒店。好了，我们已经拿到钥匙了，我现在就要去睡觉。我住的房间是323。来到日本要看日本节目，可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因为没有 subtitle， 没有 subtitle，
所以现在日本的时间是11:30，我要去泡温泉了。我被车了你 ，OK OK， 大浴场也得汤。现在是马来西亚时间4:46，也就日本的时间5:46。好了，啊，这就是我们昨天入住的酒店。是不是很可爱呢？哇！耶、yeah, ，这就是熊牧场。刚刚那就是我们的 FB Life 啊，这很可爱。厉害了！他们在做什么？可爱的小黑熊。达时代村，嗯，来给你们看一下附近的环境，是不是很好嘞？这空气其实还蛮清新的，飞镖屋，耶！哎呀！比我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好像是哦，刚刚还有讲拿来包贴皮的。讲解书就是会讲解一下他们的一些故事啊，开心一点。这样一克哦，嗯，就等于马币大概20万，就500元。对，这个差不多18块的哦，嗯。妖怪小屋，全部都是妖怪。哦，他是比中指吗？哦 ，sorry， 不是。哦，抓！哦，哎呦，反攻击！因为我们去吃了晚餐，我就跟那边的老板聊一下，因为我已经要回去了，所以呢，现在我就要去整理我的房间。Let's go。Welcome to Amicia. 叮，哇哦，这是酒店准备的。古日本的城市，晚上是不是很漂亮呢？很好，你们准备要看一下我的房间了吗？嗯 ，Are you ready？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房间，真的很大。上次可以看到很多的节目，我家男生最想要啊，最想要 Transformers 啊，你看嘛，变形金刚，然后还有这个，哎呦，这些是什么字哦？好的，夜深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要换衣服睡觉了。